我们作为民主阵营的一份子啊，对香港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啊，我们当然要采取一个支持的立场啊。但是我们要说明的是，我们是支持，但是我们不会介入啊。那我倒是要对北京当局跟香港当局啊，就一句话了啊，希望他们能够听得进去。也就是说，不要把情势恶化的责任啊推卸给不存在的外力介入啊，也不要拒绝跟人民对话啊，更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啊，造成历史的遗憾。我相信香港这件事情，全台湾的人都很关心啊，也希望能够表达对自由民主的一个支持。作为总统的当然要表达我们国民的意志，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我想所有的政党界都应该要支持政府的立场了哈。那吴主席这样说，我倒是觉得他好像是在政治消费了哈。如果不是政治消费呢，我想或许是要来遮掩他们这段时间来在这个议题上的被动跟消极吧。